就是你的声音，你用你的声音。阿妈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听姑姑，你说，你听姑姑说，一二三，你开始。一二三，开始。阿妈，台中有什么地方好玩？你要再讲一次，要兴奋一点，开心的。阿妈，阿妈，再讲。台中有没有什么东西？什么地方好玩？有什么地方好玩？什么地方好玩？